别走，我等你上战场。为什么不是你陪陪我？陪陪我，我不走，就在这儿陪着你。 晚了，什么事儿啊？我姐又病重了吗？哦，没有，她还没退烧啊。哦，那你什么事儿啊？帮李姐换件衣服吧，她出汗，浑身都是。换衣服你自己换就可以了，干嘛要我帮你换？刚才有朋友给我打电话。 看到宋红玲从长春回来，变成这个样子，他心痛，他心急。但长春的事，他没有办法为宋红玲分忧。离金宇轩交易的时间越来越近，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必须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尽快制定出一个万全的行动方案。在手里没有金条的情况下，一举拿下金宇轩。 不能让他再有脱身的机会。金先生，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你和武田次郎的关系的？不想。 你也不是三岁的孩子了，别抱有侥幸的心理。这点规矩，我想你懂。说了就说了，我认栽。态度不错。好，那你就说一说，你替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这个账咱们怎么算？我是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说的没错。可你杀的那些人，都是抗日救国的义士，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是没有错。你替日本人杀了这么多中国人，你说你还是人吗？杀人只是我的职业行为，在这一点上，程局长。 咱们应该相互理解。咱们各为其主，立场不同。你放屁！什么叫各为其主？你们哪国人？你主子谁呀？你主的是日本人，你知道吗？你杀的全都是自己的兄弟，全他妈中国人！这位小兄弟，那我想请问问你。 你们这些年杀的国民党，就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
就不是你们的冬瓜。说得好，看来你是不是从小没娘啊？我替你娘收拾收拾你啊！哎，武哲，坐下。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出板垣军火的下落，也许你这一辈子还有那么一点意义。金先生，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的太太武田惠子已经返回日本，你拿到这笔钱之后呢，也要回到日本，跟你的一家老小团聚吧。是的。 所以，想要这批军火，拿金条来换，你还惦记着你那儿200根金条？400根金条，涨价，给国民党也是这个价。你真是爱财如命啊！这生意都做到监狱里来了。我需要这笔钱。 你们可能舍得出，但是国民党很有可能舍得出这笔钱。但是我觉得你无福消受吧。无福消受，说得好。你们还可以把我杀了。不过，这个世界上可只有我一个人。 知道这批军火的坐标，说不说？不说，老子现在一枪崩了，你信吗？现在痛快了吧？啊，拿枪指着人家，管蛋用啊？连个字儿都没说，我就是瞅不惯他那张脸。你越着急，他们就知道我们越拿他没招。 没说吧，连个屁都没放。那咱跟他好好说，他也不招。咱要不能大清伺候，你说咋办？进来。局长，金玄这孙子没招吧？招没招？没招。 你看看这个，这啥呀？这是日本共产党签署的武田惠子遣返文件。真的假的？假的，假的，拿着它干嘛呀？正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局长，您推测的对，金玉轩这小子连他小舅子都要去祭拜，可见他对他老婆是有感情的。咱们正好可以利用他这一点呢。哦，明白你的意思。 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假装知道他太太的下落，然后诱捕他招供，对不对？聪明，呵呵。我跟你说，这上面的照片是我从哈尔滨老民政局的档案库里找出来的，这是他们结婚登记时留下的。怎么样？您看，这招行得通吧？行得通倒行得通啊，就是用起来不痛快。局长，成大事者，咱不能拘于小节呀。 这么大的贪赃舞弊，我必须向总部督察室报告。听我说，这件事情背后的势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参与的人除了韩秋之、韩秋水两个兄弟以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高官。如果他们想害你的话，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你不用劝我了。 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那好吧。
如果总部的督察室启动调查的话，有可能会找回那些金条的。金兄，我觉得我以后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你可以相信我。我妹妹跟我说，你让她给我换衣服，她还跟我抱怨了你一番。你有君子之风，我没有看错你。宋长官，我能说句话吗？什么？其实我想给你换来的，但是我怕换一半你醒了开枪打我。有可能。怎么样，金先生，还在你的金条梦里没有醒过来？是你们共产党还在自己的梦里没有醒过来吧？哦，这句话我还不太明白，说来听听。我知道我的这批军火对于你们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想得够多的啊。国民党马上北上，他们背后有美国人撑腰，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可你们共产党就靠老毛子给你们的那些破铜烂铁。打仗是要靠实力，没有好的武器你们能打几天？说的有道理。今天我们俩好好聊一聊啊。金先生，你刚才说对了两点。第一点，我们共产党的武器的确没有国民党好。第二点，我现在确实需要这批军火来支援前线。可是最重要的一点，金先生，你没有说对。武器可以打天下，但是它得不了天下。我们共产党人要是想得天下，就不仅仅依靠武器。我问你，十几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武器好吗？不好。但是我们一路走一路打，还是到了延安。蒋委员长的武器好，飞机大炮一大堆，但是照样没有灭掉我们小米加步枪，没错吧？我再问你，几年前八路军的武器好，不好，但是我们照样可以跟日本人扛，我们照样可以发展成100多万人的军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为人民战斗，为人民牺牲。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早晚都是人民的。你别以为你掌握了点破军火的秘密就能左右我们共产党的命运。如果你那么想，你就是井底之蛙。金先生，我可以给你打个赌，不出10年，共产党就可以消灭国民党。当然了，我希望你有幸能活到那一天。怎么跟你说呢，金先生？你是一个聪明人，老老实实地说出军火的下落，也许你的生命还会有那么一点意义，没准儿还能出现奇迹。我可以让你
在共产党治理的国家里安度晚年，但如果你是顽固不化，还是财迷心窍，那你只有死路一条。一会儿你一个人好好在这想一想，我想在这个屋里能回忆起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童年，比如说你的老婆。红玲，锦绣，我正想跟你说一声，明天就是跟金宇轩的交易日期，我们要不要跟金宇轩商量一下，稍微延后？不用了，你看，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是哪儿？何家沟。就是我们跟金宇轩的交易地点。金宇轩为什么选择在这儿跟我们进行交易？因为交易结束后，他可以迅速撤离。交易结束以后会杀他灭口，所以他一定准备了船只，随时撤离。那由于这个江边呢常年产沙，河床很低，水质浑浊，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设一个局。一根金条都不用给，我们就可以拿到坐标，我是这么想的。不接啊，用我回避一下吗？不需要。我是宋红玲，我是总部督察室的齐道龙。齐总督察好。你对韩秋池、韩秋水两人的举报，我已经了解到了。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没有证据的举报，不就是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吗？您先听我详细的汇报。你是总部任命的特派员，追查百元军火才是你的首要任务，不要分心。是，宋红玲同志，韩秋池同志是经过生死考验的，他对国家是忠诚的，不会干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情。好了好了，东北大敌当前，党内同志之间的团结很重要，我们不打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韩秋池同志进行调查。是。说过，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已经两个小时了，他会不会已经得知我们没有金条的事？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内部人知道，会不会又出什么岔子？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已经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不会再跟我们交易。不会，共产党出的价格不可能比我们高。可是他们的主意不少。要不我派人去探探？还是我去吧，我的身份比较合适。你要去找程强吗？我试试。好吧。还有啊，不要再调查韩秋池的案子了，总部的态度很明确，你再这么下去会有危险的。我有分寸。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以和平谈判作为掩护，
加紧进行全国内战的部署，并在东北发起局部战争，进攻到了距离哈尔滨只有3天路程的陶赖昭。共产党军队殊死抵抗，以保证哈尔滨的安全。6月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准备放弃哈尔滨，采取游击战方式坚持东北斗争。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同意在战场态势恶化时做放弃哈尔滨之准备。大兵压境，风声鹤唳。撤还是不撤，大家都谈谈看法。自从部队撤离四平、长春、哈尔滨，城里城外人心惶惶。就最近几天，光双城、兵线、延寿，就有3000多人叛变投敌，形势不容乐观呐。保存实力大有必要，但是大举撤离那未必可取啊，士气民心的损失太大了。程强，你有什么看法？啊，是这样，书记啊。这个敌人的新一军啊，一过这个松花江，到了三河口这个地方，离我们哈尔滨就3天的路程。那时候你想撤，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我们现在是战略性的撤离的话，我们还可以反攻；如果要不撤，有可能就全军覆没，就这么简单。啊，还有呢，刚才其他的同志也说了，就是能不能把基础设施啊，哈尔滨的给它破坏了？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如果要毁一个城呢，半天就可以，一炸了之嘛，对不对？但是要建一个城市，10年、20年，甚至100年都够呛能建好。所以咱们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共产党到底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好吧？但是现在这么一做呢，老百姓可怎么想？这不跟国民党那个38年的文熙大火，还有花园口决堤，不是一样了吗？对吧？嗯，陈教授，这没什么区别。这我们不能改。对，他就不好建了。哎，有道理。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么决定了。除了公安局留下来维护治安以外，各机关单位尽快组织好撤离哈尔滨。有一点很明确，撤退只是避其锋芒，不是永久放弃。哈尔滨，我们迟早是要回来的。来，班长，慢点啊，这个放那边。哎，别放乱了。哎，这个小心啊，小心，来。放这车，放这车，好，这不行，来，来，来吧，放开了。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弟兄们，我知道大家伙都在嘀咕啥想啥。直说吧，咱哈尔滨可能又要变天了。不过咱也不是头一次。当初无论是伪满洲国、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咱也都经过见过，没事儿。这次不同的就是，虽然咱们现在还披着这身皮，但现在咱们是共产党程局长领导下的公安战士，咱们的职责就是保一方百姓平安。我也知道大伙儿都顾虑什么。谁都是拖家带口的，那我家里也有个老娘等着照顾。可对于咱们警察来说，全哈尔滨的百姓都是咱们的家人，咱要不把他们安顿好喽，咱们这心里能踏实吗？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起12分的精神，保证这些老百姓都能够安全撤离。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让那些特务流氓啥的出来给咱们捣蛋，咱要对得起咱们这份差事。兄弟们，有啥想法啊？家里边有啥难处，都尽管说出来。都是老兄弟了，能帮的就相互帮衬一下。这说说说。
队长，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必须得留下。那我也留下吧。我也留下。我也留下。还有我，我也留下。要不我也留下。要不我也留下吧。好。你呢，小赵？你留吗？我要回去问我老婆。我说你咋那么没出息啊？啥事儿都得跟老婆商量啊！啊，大家都放心吧，你们的家属，局里会统一安排，安全撤离。你们都把事儿安排得这么妥当了，我们再不留下也怪不好意思的。大家伙说对不对啊？对，说是。好，既然这样，咱们就各就各位。站队，听口令，立正，解散。站起来。哎，说你呢。因为我是那个最后离开哈尔滨的人。我奉陪。但愿如此。前沿战斗太激烈了，野战医院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把这些没生命危险的全送咱们这儿来了。这看着还是容纳不下。其他医院什么情况？听说还不如这儿。当务之急啊，救助伤员，还有维持哈尔滨的稳定，知道吗？知道。啊。我不要受伤，受伤。哎，等等。小兄弟，你听我说，你要不做手术的话，连命都保不住。啊！按住他。让我看一下。陆医生。你别叫了，越使劲了，血流的越多。安排手术。快，怎么样了？坐。伤到骨头了，现在只能截肢保命。如果早一点的话，也许能保住胳膊。是啊，也许早一点的话。对了，你天天来医院啊？也不是，忙的时候就过来帮忙。最近医院走了几个大夫，他们觉得仗快打到哈尔滨了，待在城里不安全。你什么时候离开哈尔滨？
还不确定。你说国民党会打到哈尔滨吗？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会坚持到最后。我希望你走。为什么？我有些害怕。你有什么非留下不可的理由吗？ 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我想，哈尔滨的老百姓需要保护。再说了，城里的秩序不能乱。我想，这就是很好的理由。是啊，这是很好的理由。就像医院里面这些病人，我也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所以。 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希望我们都能坚持到最后。哦，对了，医院可不可以再多加一些床位，这样就能多救治一些战士。医院的病床都已经满了，现在连走廊里都已经挤满了人。如果再加病床的话，这样。 你跟我来。我们医院呢，其实设备是够的，但是地方不够，所以住不了那么多病人。你看看这里，把东西搬走以后，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哦，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东西都搬走，把地儿腾出来，建立一个简易的医院，是不是？是，里面还有库房，伤员收拾一下，伤员就可以转过来。 这个主意好，真的好啊！我替公安局谢谢你，替别跟我客气了，进去看看吧。好，好，好。国军奋勇向前，节节胜利。昨日下午攻克松原，伤敌共军1500人，俘虏300人，缴获枪械800余支。 共军主力残部正向松花江北溃退，沿途可见。老爷，听说了吧？ 共产党打到松原了，那老爷的意思是，共产党是否能守住哈尔滨？但这一仗在所难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把大小姐、二小姐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准备到乡下躲一阵子。好的，我这就准备。老爷，曲院长来了，在客厅等着呢。哦，还有。 把全家福和太太的遗物都带上。宋公，坐。哎呀，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亲自跑一趟？可是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当面跟宋公谈比较好。啊，是这样的。 这几天共军送来了很多伤兵，可是我们医院的床铺有限，收治不了那么多人。能收多少算多少，但绝不能拒绝。眼下的局势错综复杂，凡事我们都要留有余地。至于伤兵的数量超出了我们的接受能力，也不能算我们不配合嘛。将来他们说不出咱什么来。可是。 大小姐，她不知怎么就决定要在医院的后院搭建帐篷，要建立一个临时的野战医院，这样一来，就可以多收治100多人，这我们的开销可就更大了。你说什么？大小姐要建立野战医院？是啊，我觉得这事儿恐怕今后会有麻烦，又不好横加阻拦，只好请您定夺了。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医院收治伤兵，
可以解释成为是共军强行征用，可是你建立了野战医院，这将来国民党一旦回到哈尔滨，我们怎么解释？是啊，这仗能打成什么样，这谁说得准呢？大小姐很坚持吗？是啊，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公安局长正带了很多警察帮大小姐搭帐篷布置医疗设备，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如果现在不阻止那就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他这是想先斩后奏，他从小就这样，特别有主意啊，凡事不听劝，当年这不还离家出走去苏俄上学了吗？这件事情已然如此，就由着他去吧，强行阻止我担心会得罪了共产党啊，将来很难说他不给咱们小鞋穿。若是国民党在占领了哈尔滨，说我们通共，那我们再想办法解释。不过有一点你必须告诉大小姐，野战医院可以建立，但他绝不能留在医院，更不能给共军的伤兵亲自做手术，以免留下通共的把柄。那好吧，我现在就回医院去跟他说去。算了算了，坐坐吧。事已至此，也不急在这一刻了，等大小姐回来我亲口跟她说。我帮你扶着。哎，好，谢谢啊。亮了。